来玩这款游戏《茶之恋机》，上方开店2000抽这边啊，滑到最右边来有呼朋唤友，在这一块的话，当你满到31等的时候，就会出现邀请码。好，那邀请码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先用我的，因为你可以拿到一些奖励。其实这游戏最早的话是出现在2022年6月份了，那个时候在封测，然后来好像封测人气不怎么样吧，就转为在11月份的时候转为日本推出哦。结果好像反应又不怎么样。今年一月份，今年一月的时候又推出过一次，可能反应又不怎么样吧，所以现在又推出了。那名词的部分啊，有分为茶之情人啊、茶之恋姬，还有誓约女孩啊，有这些名词的。不好意思啊，他的一切都被我挖光光了。就是对这款游戏嘛，我对它的印象一直停在于手机会发烫，然后战斗部分还好，这个游戏就这样的，莫名的没有冲起来哦。现在看一下画面，它有优化的啊，就变成奶茶系列的。刚看到他在界面部分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哦，他们已经变成巧克力奶茶什么奶茶的什么奶茶了，已经变成奶茶情人了。而且他连你看，原本呢是剑娘，现在已经变成奶茶娘了。你有看到原本武器啊都拿掉了，变成饮料，变成拿饮料出来啊。这一块做的还算是不错啦，但是你为什么会挑23、24、25这个区间推出嘞？五月份这个时候一大堆游戏都出来，互相厮杀，这个游戏讨不到什么便宜啊！啊，所以这一块就有点可惜啦。哦，还有翡翠奶茶。啊，昔日的剑娘已经变成奶茶系列的，这作者奶茶还是一个不错的创举的。其实你们去年如果出这样的话，应该还 OK 哦。那除他在。大部分有做了一些优化了以后改变啊，我不知道他其他项目有没有去做一些改变，如果有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啊，不然我怕我年底又玩到这款游戏，然后又是改名字的，这样子就不太好了。把这些妹子快被打爆了！好，过关了。干得不错，点击领取按钮，领取十连抽。注意，羁绊关系到点击请。红枪奶茶的羁绊。对了，探索。那么现在开始。胶鞋还是跟去年一样，太拖了啊！啊，上来了，碾压！啊，战斗力达到对方1.5倍就给你碾压了、欸。哎呦，这一块是不是不一样了？之前是不是太干？现在有优化过了。哇，有西瓜哎、欸，各种各样的哎、欸，水果茶吗？还可以啊、哦，店长大人，我第一次看过有出现那么大的改变，而且他这一套专案做的还算是不差哦，变成奶茶机耶，干得不错，碾压，店长大人，所以我的战力要跟上是不是？好了，我来看一下你还有什么，扫除送，
蜜桃奶盖，开店2000抽，福利也给很多哦。他这次拼下去了哦，新手阵容送了一个蜜桃奶盖啊。这有写啊，前期特别好用的阵容，波霸奶茶、蜜桃奶盖，开店福利。招聘，那1220我可以抽角色吗？还不行呢。开店2000抽还可以吗？第一天20几的时候就有了啦。然后这边是月卡、战力排行、等级礼包、月签到、呼朋唤友，这是邀请码。好吧，那我们就来强化角色吧。蜜桃奶盖要加进去哦。他刚刚说这两位角色推荐的嘛，对不对？这香度几乎和之前推出的像文姬起舞啊那些已经到了不相上下的地步了。没了。好，出击。碾压。哎，这样子快多了哎，啊，然后配音的话，好像也改变了嘛。我来看一下它的说明介绍，是说融合了日系的画师，还有台湾在地配音，还有独有的手摇影文化。快速碾压哎，这一块好方便哦。这样推光变超快的、欸，哦，拿到10连抽了。虽然福利不怎么样，但是可以拿到他的奖励了啊，还是可以10连抽啊。高级卡池，普通，来吧。丝袜奶茶。鲜柚红茶，我还可以抽一次哎。好了，都抽一抽。菊花普洱，洛神奶茶哎，这是什么？招聘惊喜礼包，推荐阵容，新手战队已经有了，刚刚那个洛神奶茶。所以我要把这些布阵上来喽。师妹妹有危险了吗？新的挑战吗？会见识到有趣的东西吗？好了，就是上阵这五位吧。其他的强化一下。感觉很不错，有种被妹妹抱着的人开锅的感觉。感觉很不错。有种被妹妹抱着的软乎乎的感觉。那待会儿我就可以不断扫荡过去了吗？不错嘛，现在可以耶，还是可以玩一下。妹妹也会像我一样吗？因为他这样子还算是养肝啊。不错嘛，妹妹也会像我一样吗？啊，不行了。下一个章节。来看一下战斗，哇，有二倍速了哦，然后又有跳过战斗，哦，战斗整个节奏真的是有大幅优化的，像整体这样子看下来，这款游戏表现算是很不错的，好啦，真的跟以前比起来差很多啦，这款游戏的话。算是可以来玩看看的，角色香度也很香啊。碾压。碾。好爽哦。点不停嘞。这边心愿招聘。
二十级。啊，算了，那后面才会解锁的吧。现在就开始。这里是什么啊？开店攻略。系统优化补偿。好，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吧。它改变了非常多，所以还是可以来玩看看啦。日本画师、台湾配音员、在地的奶茶文化，有这些特色啦。大家拜拜。